6月16日下午，入围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在上海举行了首场发布会，导演黄真真、主演白百合、张孝全、安心雅等一起亮相。该片讲述了由白百合、张孝全饰演的男女主人翁经历了热恋、结婚到幸福美满，再到感情破裂、形同陌路，再到重归于好、重拾幸福的情感轮回故事。已经结婚多年并有5岁可爱儿子的白百合表示，多年的婚姻经历让他更能够理解片中角色的内心世界，有时甚至可以大胆抛开导演的意图即兴发挥。其实我一直在说，我想大胆的抛开导演刚才讲的他的导演意图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我就很喜欢，可能是因为我是我们4位演员里面唯一结了婚的，然后有婚姻经验的。我是替何曼的这段婚姻关系感到惋惜的，所以我当时很想演，就是想让所有的年轻夫妻正在忙碌打拼的看到这样一种关系，看到他们逝去的那种可惜，就让他们不要忘记了两个人的奋斗是为了家庭，是为了感情能够更好更长久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。